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 ，I am Ultimate in Enrique， 欢迎各位再度回来我的饥饿鲨进化啦。我们今天这一集呢，马上立马就要来进化我们的鲨吉拉了，让它进化成那个叫什么暴吉拉还是什么的，全身红色的啊，网络上老头已经看过了。然后呢，你们会看到，老头这只鲨吉拉怎么颜色变成这个样子哦？那是因为呢。老头呢买了这个造型哦，这个造型好像可以飞行的样子吧，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，反正我就买了，然后把它的外形改成这个样子，我个人觉得蛮帅的，所以说哦，这个自定义内容我觉得不错，我觉得饥饿鲨世界呢应该也可以就是参考这种东西，你知道吗？自定义造型哦，就是他给你一个造型，然后可以自定义那个颜色啦，不是自定义造型，自定义颜色哦，把这些外观的颜色做一些改变，我觉得这个功能我觉得还算不错啊。啊，为什么饥饿鲨世界不加呢？啊，反正总之呢，老头就买了这一个，然后也花了些哥们啊。目前现在有2622颗钻石啊。那么其他的要不要买我就不知道了啦，好不好？这些啊也是欢迎各位推荐我哪一个先买哦，像是这个爆发加100%的，我有点兴趣，但是我又不知道要不要先买，还是说等它特价的时候买呢？这些有请各位好好的啊，教导一番。那这个雷射要不要买啊？啊，集运并捕食可以获得两倍的奖励，只要75000。我都不知道要不要买。算了，还是裸装好了，好吧？我记得之前有人说这个可以买啊，可以增加超级冲刺啊，但是这个会跟我这个头顶强碰啊，就没办法，一次只能装一个部位啊。我还出一些新的东西啊，游戏好像还不错的样子喷射背包问号900，好问号问号问号，我直接900买不就好了吗？算了，不管了，好啦，先来进化好不好？先来进化好不好？就是不要等了，我想要看它进化后的样子。有没有看见这些什么暴吉拉？沙吉拉发现了一修火山中最热的碎片，并吃了它。快来看看全世界有史以来最强大的怪物暴吉拉，直接变暴吉拉了，有没有？来吧！哇，还有什么能力？其实他也没讲，就是长这样子而已。会吐火球吗？而且其实仔细看它的这个外形哦，除了全身变红色之外呢，我看一下跟原本的差在哪里哦。我就觉得变暴吉拉之后，它整个身体变瘦了，这看起来有点像巨齿鲨的那种原型。然后进化之后哦，有点不太像巨齿鲨了，它那个整个身形就是变得有点纤瘦啊。有一点 man， 就那个肌肉变比较多的那种感觉啊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这个脸看起来就不像巨齿鲨会有的那种脸型，不知道他是怎样的混种是吗？然后看一下有没有皮肤，他也有皮肤，一块沙吉拉，这是什么？哇，还穿裤子有点丑，这是怎样？树吉拉，树造型，黑暗中发光的外观。好帅啊！新品种水下暴吉拉，这穿裤子也太丑了吧！我宁愿都不要穿，反正这也没加什么能力嘛。这太丑了，我不要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好不好？买了，直接变成纯绿。啊，这个穿这件我还是算了吧，我们还是裸装好了，这真的都太丑了，好不好？我们来直接试试看游玩，游玩呢？来，那个喷射的那个火焰哦，喷射白光会不会变成喷射火光？喷射红光，应该讲红光才对。体型是不是有变比较大？然后血变好多，那个爆发也变好多。我要吃这个，直接破坏掉。然后那个的螃蟹我就不打了吧，我觉得没有什么用啊，打那么久才给三颗钻石，喷，真的变成红色烈焰白光了，
红色烈焰光，水啊！好像并没有太大的差异的感觉，我自己这么觉得啦。能力上有没有加强？我觉得就只是数值上而已，真的只有数值上而已啊，感觉大同小异。会飞？不会飞。好，陆地上行走。呀！哎，我觉得有点可惜耶、欸，真的是感觉很可惜耶、欸。他这样子进化之后，真的没有多新的技能吗？对啊，那我觉得真的没有必要花这一千，除非你闲钱很多。真的，我觉得一般杀吉亚就已经很强了，你多这个爆发变多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淘金的这个周围是怎么回事？会散发热能，没了，就这样子啊、喔。我觉得你这个散发热能应该要像那个《饥饿杀世界》的那个机甲杀吉拉，释放完之后会自爆啊，这样比较帅吧？对啊，我是这么觉得啦，就是释放完要来一个自爆啊，啊，就算爆的不是很好看，也至少放一下嘛。哇、啊，就一个技能，然后进化多一个外观。证明说你很秋这样子，虽然我们能力没有差太多，但是我有进化，我就是很秋啊！我感觉我好像被当盘子了，花个一千钻石搞到这一只，结果吃外形改变，数值上稍微提升一下，没有多新技能。What the？ 有啦，掏金的全身泛红光没了，就这样，掏金的全身泛红光。没了，我难过，我要唱5566，难过了。我发现了一件事情，就是他全身发红光的那个伤害啊，加的分数比较多，这算是他的一个优点吗？嘿嘿嘿嘿，刚刚各位应该有看见吧？狂加分6000，狂跳，真的是6000在狂跳的。哦，是怎样水压吗？我过不去啊。没有，是我爆发没了。我觉得应该装个爆发加100%才对，应该可以冲比较久。哎，对面的沙吉啊，其实体型是一样的，我还以为因为进化然后体型变比较大。哇塞，我怎么了？我刚刚差点要飞出地图外，是不是？哈喂，撞爆他，有了。来看一下分数加成。哦，看这个分数，这个分数加成很快，有没有？加很快啊！可是并不是每一下都6000这样子。哎呦，空中有那个机械巨齿鲨。好哦，我要进去。喂，铁达尼号呢？不知道这里分数会赚比较多啊？感觉并没有，又要掏金的了，来吧！呜！哦，别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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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这个声音很爽！别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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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喂！完了，这边过不去。这边没有地图了，我都忘记了，我都忘了这里没有地图了。哎呀，等一下又卡了。好，可以了。哇，这样子我要死掉也是很难死啊，没有那么容易死啊。看到有些网络上啊，有些玩家哦、喔，已经打到了40几亿这样之类的。我靠，40几亿耶！阿斯都不用休息，打一个小时、两个小时在那边苦撑是吗？这也太累了吧！那你那40几亿，那一趟回去也赚了将近有100万了吧？你看我现在已经赚了我现在已经12万了、欸，加上我之前原本的，我这原本多少忘记了？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这原本好像11万嘛，那、啊、其实也没加多少啊，
加个10000多而已啊。他这个是把他的那个总和加进来啊，并不是你现场赚多少啊，而是你之前的金额跟现在的金额加在一起啊，都会搞错啊。饥饿杀世界好像并不是这个样子啊，饥饿杀世界是每一回合就会重新结算，这样不会把你的总金额拿出来啊，方式不同。快快快冲快冲，我需要分数。对，就是这样子。因为我突然想要离开这里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这个地方，说真的啦，太多水晶一直阻挡我，没办法好好的进食，无法好好吃。不过这边钻石突然变好多人啊！如果说这边超多钻石啊，我觉得就值得在这边绕，你知道吗？那一大堆水晶挡来挡去的，很不方便啊，超级不方便。哎呦，怎么突然停住啊？吓死人了！又回到原本的地方了，重复性很高。好，我们现在已经40几秒了、啊。嘟嘟嘟嘟嘟嘟，把这撞爆，把上面的人全部吃光。里奥纳多跟罗斯顺便也一起吃掉了。那、啊、这个地方有没有那个啊？里奥纳多跟罗斯的彩蛋啊？对啊，这样子我就可以不忍心吃他们啊，看他们表演。不过这边没有哎、欸，那个最经典的罗斯躺在那个板子上面啊，杰克在水侧边那个画面啊，对不对？稍微出来一下嘛，还是说我刚冲太快，我把你们吃了？有没有这可能？啊，我时间到了，喂。哎呦哎呦，一出来就这么凶哦！干什么东西 ？Yeah boy！ 哎呦，爽爽爽爽爽，舒服舒服！哎呦，哎呦哎，哦，这边比较爽好不好？在里面一点也不爽。什么纽奥良烤鸡翅什么东西啊？你突然来个纽奥良烤鸡翅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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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哇！哎呦呀，舒服啦，通体舒畅，就是要一直掏金的，这样子才舒服。撞下去，哎。我们已经展示到暴击压的破坏性了、哦，字体发光出来之后的威力啊！分数赚饱饱，你看我已经要1亿了，太快了吧！啊，因为我买广告啊，所以说我可以复活，免费复活两次的样子吧？你看我免费两次都还没用掉，有没有？哇塞，撑好久、哦！哎呦，不要咬我！只要不要失误都可以啊！哎、欸，继续冲 ，Yeah boy，Yeah boy， 我卡住了、啊，冲太快卡住了、啊，拿到什么长臂猿猴子？哎呦，这是什么蛇颈龙是不是？庞然大物出来撸我啊！庞然大物出来乱撸。太爽了吧！哎呀，没了，可恶！哎，又有了，好爽，好爽！哦哦，咦啊，诶诶，哎，哎，哎呦呀，哎呦呀，好爽，好爽！我喷啊！哈哈，超有 feel 的，你知道吗？哥吉拉的 feel 啦，虽然它本来就是哥吉拉所延伸出来的鲨鱼啊，对，但是还是很像就是了。摇，我跳上来，啊，哎呦，1.58亿，
太多了吧！完了，在这空中没什么分数啊！哎呦，哎呦，哎，不见了！想说跟他较劲一下，说，哦，跑去哪里啦？什么海盗船？哎哎哎，我卡住了！不要乱卡啊！浪费我的喷喷！不要乱浪费我的喷喷，好不好？爽！电吉他，啊，我已经不是以前的我了，现在的我是已进化的我了。然后在等待的途中，我狂掉血啊！这边超会掉血的，好讨厌啊！不要这样子好不好？我还要打螃蟹，你知道吗？完蛋了！哦，真的很克难欸，我要死了！嘿，差一点！麦阿内赫本，让我把他打死吧，好不好？该结束这游戏了，但是呢，我必须先把他打死嘛。我给我自己的任务啊！啊你好歹会一下吧！啊啊啊！哎呦哎呦！啊，我又死了！哇塞，太晚进来就这样子，难度整个变高是吧？死吧你！还要再撞一次吗？完蛋了，我好像最后一条命了，是不是？螃蟹哥嘞？哎呦！怎么没有回到我？好屌，啊！你不要这样子！我要嗝屁了，嗝屁还被打，你看！不要这样子啊！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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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废物啊！不要卡！去死吧！耶，我这样其实有算赚吧？死掉一次而已啊，我只有死掉一次而已，我觉得算赚。好，我要来自杀了，结束这回合了。天哪，啊，咬我吧！你怎么把我打死了？我看我还是不要动好了，我随便动我就把鱼杀死，我就补满血了。啊，我赚到1亿7000万啊，可以退休，可以退休了。啊，我人生圆满了，人生圆满了。啊，从原本两等现在升到四等了，天哪，啊，啊，舒服了，啊，赚了多少？34×2，赚了68000，原本是120000多啊，哟，这样哦，欸，哦，有啦，原本是15多嘛，1592嘛，现在变成1605啊，哎，欸，赚了一点点钱啊，一点点钻石不是钱。好啦，今天差不多先到这里结束啊，我们这个暴击啦，喔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一样呢，如果想要继续支持这个系列哦，喔，真的喜欢要按下去哦，喔，分享按下去，订阅按下去，留言给它留起来哦，喔，这样呢，老头呢就可以多拍一点哦，喔。那接下来呢，你们想要看什么鲨鱼进化呢？又是？希望老头啊玩哪一支呢？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诉我，让我知道啊，或许下一集就会是你说的那一支也说不定哦，嘿嘿。好啦，我们下一集呢饥饿鲨再见，再见。饥饿鲨啊，对，我们下一集饥饿鲨进化再见，再见，拜拜。